我坐在月台，看着你拍的照片，你的日记这样写着：9月22日，晴。火车离开后，连带着铁轨震动。火车越远，铁轨越安静，安静的等着下一班火车的到来。请问一下，写天庙要怎么去？写天庙从出口到第一个红绿灯向左转。第一个红绿灯向左转？左转，大概是8分钟就到。我来到礁溪，漫无目的，只带着自在和轻松。我拿着你的日记，依循着照片，想要寻找你当初的身影。青烟在空气中围绕，人来人往。你来的那天也是一样吗？那些天庙，我求了签，问的是感情。常说心诚则灵，你那天也求签了吗？求的是什么？我住进跟你一样的旅馆，经过一样的长廊。你也跟我一样打开窗帘看窗外的青山吗？你说你喜欢下雨，但你不喜欢阴天。我坐在泳池旁，看着你的日记，灰灰的天空快下雨。你说阴天让人沮丧，但你又说如果有美食，任何天气你都能很开心。我拿着你拍的五峰旗瀑布，眼前一片清凉。照片里和照片外，美得很不真实。你拍下照片时，我还在日本。你日记里写着，在微风里，瀑布下絮沫飞到人的脸上，很清凉。特别是把脚碰在泉水时，感觉更凉。我看着周围满满的绿色，听着水声，想到了你。想此刻在日本的你好吗？日本也近晚秋了吧？老板。不好意思，想请问一下，圣母山庄要怎么去？圣母山庄哦，你从这边走就可以了，我们过去就可以了。从这边，然后再往下走，再慢慢散步过去。OK OK， 好，谢谢谢谢。不客气。
我来到圣母山庄，看到远方青山间一条银白，那是五峰起瀑布。教堂里静默庄严，就像你照片拍下的那样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祥和。我知道你也喜欢在山里散步，那你一定也走过这片绿意盎然的步道吧。你有拍下湖上微风激起的涟漪吗？你一定也沿着龙潭湖边走来走去。你是在湖边树下写的日记吗？你日记里写着，9月23日，昨天泡了温泉，很舒畅。我一直都想找一个地方跟你一起安静的远离城市的喧嚣，去住个两天，但两天太少了。在教室你永远会觉得时间不够，不够你去放松，去玩，去细细品味。但如果跟你一起，多久也觉得是不够的。夜幕降临，礁溪更热闹了。温泉、旅馆、小吃、人群、招牌，各种五颜六色交织成为这个活力的乡镇。我到处拍着照，走过许许多多的名产店，
忍不住也买了小吃。你也一样吗？跟我一样躺在床上吃小吃吗？你日记里写着，深夜我站在阳台，幻想着眼前那在白天时的翠绿稻穗，听着远方匆匆流下山崖的一长串的瀑布，远方传来街上的人们只是不愿意离开美食与热闹。或许有人正在闭着眼睛享受着热气漂浮中的温泉，有人则在床上半躺着咀嚼着今早，酸甜滋味让人不忍入睡。清晨阳光还未升起时，我醒了，坐在同样的位置，拿着你拍的照片，你的样子再次浮现，很想你。你现在过得好吗？